資源類的股份的時候可能就同一些金屬方面有一個的關聯性喺度啦。就現時嚟講咧，其實咧個表現咧都係就比較上偏弱一啲嘅。咁啊，即係你譬如中國鋁業啦，咁啊而家咧都係咧大概係3.3嘅位置啦。咁啊咧睇翻咧就五月嘅時候嗰低位咧就2.92嘅位置。咁變咗即係如果你話有興趣去吸納嘅時候咧，咁睇下有冇機會咧，可能咧係落翻去咧靠翻近3蚊啦。咁可能咧就係咧呢一個嘅2.9到3.1之間咧考慮吸納咧會比較上安全一啲。係好啊，咁大家可以作一個參考啦。